我们今天来到小翠虾。我们以前来过是吧？对，这里来过一次。以前好像是她婆婆在这卖拖鞋，我跟胡哥来过。他们家那边那个叫什么果子？菠萝蜜的树对吧？对，我记得很深刻，树很小，但是当时结了很多大的菠萝蜜。对，我还想跟他们家买呢。然后我们现在进去看看小翠兄弟们。对，走，看看小宝宝。昨天他跟我们讲，他昨天生孩子了。这属于是小翠婆婆家。对。在这边。哦，小翠，你在喂奶吗？前面免定了，不给看。这个就是小翠的小宝宝。对，你看，这个大眼睛哈、哦。对。哎呀。绿阿不来亚格浪。更多啊，虽然哎，他在冲我笑哎，笑啊，好孩子，这小手你看，这小手，我觉得呢，小手上还带纹身呢，他手前面很黑，就是色素还没分布均匀的时候，热哦，小翠，穿的太厚了，舒服呀，辣哦，毛衣是不是睡呀、啊？嗯，毛衣毛毯，哎，小心头，这不让戴着啊？一些多少？啊，我可多少个送在一些？一大日了吧？啊，路途了一大日。嗯，就是门口那个二层那个小的、小楼是吧？对，是他们住的。嗯，可能现在生孩子，现在暂时在这屋住几天是吧？对，可能一个星期筹合好了以后，他们就得。换房间了，换到原来那个房间去。对，看样子热呀，你看他们还吹着风扇。是吧？对，这边他们不坐月子，如果是坐月子的话，那个风扇不能吹，不能喝凉水。还得穿袜子。对，戴帽子穿袜子嘛。上下多少个松？小翠她老公，哎。三万兄弟，小宝。来给钱。掏钱了，我跟峰哥两个人呢，一点小心意啊，见面礼。十张20万，我们一人10万。谢谢啊。哎，差不多。峰哥，谢谢。阿西对，阿西对，别忙人。啊。Merci。Merci beaucoup. 阿伯来印书没？阿伯来帮，麻烦干。印书没？谁？一个星期他们这边要办。哪来的？你投客？谁在？下午吗？是吧？去哪里用的？下现在4点钟。四点啊，下午4点。啊。那哪是谁帮？那不行。你老二家孩子小4天5天是吧？对。小男孩，你家小女孩，哎。多少马大姆绿格松，老百姓啊，给听老百姓，谢三香，谢三香马里，再见了，小宝宝，拜拜哈，过来打个招呼，坐着聊了几分钟。啊，小翠坚持说要我们等她老公回来是吧？她老公回来了。OK， 又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啊，大哈，也快了，几个月以后也得生。还有4、5月就生孩子。对。小翠老二大哈，大胃王也生过了。猴哥，你什么时候有孩子啊？要不要啊？不要。哎，辛苦啊。OK。这是小翠的老公啊。长得非常帅气。对对对。我们把这个关了。那咱们就走呗。啊，拜拜，小翠。谢谢。拜拜。Thank you。